说麻龙就是。这是什么牌子？就可以转了。大哥，你是台北市的？没有，我住板。不容易，就是多吃，因为放。好，谢谢。走路，在早期去大陆，就是其实跟团就会吃到，就会那个什么，就会那个就每一团都会有几个大户帮。他后来。
这穿了会暖的。哦。来这么快就走了你呀、啊？对啊。有，我有，我刚喝完了，我已经喝完了。喝完了。嗯。再给我。对对。明天。那个、啊，我以为你会再买大盒一点。就马龙就是，这是什么牌子的？我也忘记他名字了。啊，这里香水专家、他的那个，他都会属于那种淡香型，淡香，对对对对对，喷了很像是，厉害哦！天哪，还好吧？上便利商店很多，你有空就是在捷运站里面看到就可以看一下。他是叫什么 ？Seven 啊，他是下次拿给你。拜拜。下次什么时候来？我六月。我好。我下次带大盒一点的。拜。20个。好了，拜拜。Thank you.